事泡泡糖，盐巴立大功。小熊健康饮料店卖了很多种类的果汁和饮料，老板熊哥最讲究健康，还常常变化不同的口味，所以每天都有好多人来买饮料。老板，我要一杯综合果汁。老板，我要两杯红茶牛奶外带。好，马上来。有一天，熊哥接到一通隔壁村猪小妹打来的电话。喂，我们这里要办生日派对，小马果汁可以请你送过来吗？哦，好的，请问你的住址是？隔天，熊哥将果汁装进冰桶里，准备出发。啊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！当车子骑到半路，冰桶的盖子不小心滚落到山崖下了。啊，糟糕，果汁不冰就不新鲜了，我得赶紧到前面的街上，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帮忙才行。请问您这里有卖冰桶吗？杂货店老板黑狗伯摇摇头，他问熊哥发生什么事，熊哥把情形告诉黑狗伯。哦，这样啊，这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我想到一个好办法。黑狗伯拿出许多盐巴，将盐巴撒在冰块上，这样可以暂时保住温度。你赶紧把果汁送去给客人吧。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果然，到了猪小妹家时，果汁还是冰冰凉凉的。冰沙，原来盐巴让果汁的温度变低了，果汁变成了冰沙，在炎热的夏天喝起来更好喝。哈哈，没想到盐巴这么神奇，还好有盐巴，不但帮了我一个大忙，还让果汁变得更好喝。后来果汁冰沙还变成小熊饮料店的招牌商品呢。老板，我要一杯招牌冰沙。老板，我要五杯。这冰沙好。